哎呀妈呀！你站这儿干啥？吓我一跳！你终于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。不是你今天要整什么厌我？你30多度的家里，你穿个外套，穿个皮靴。哎呦，你变身了！我根本不是你的女朋友，我是潜伏在你身边的特工999号。啊？啊？3个9是吧？我下回点你啊。你给我站住！啊！我已经掌握了你重要的秘密，今天你在鞋里掏吗？这是你先把这个吃了。这什么？吃了这个就会让你说实话。说实话，卷舌音，来跟我说一遍。你闭嘴。好。吃。不是陈皮糖，我真吃不了，这东西太酸了。吃不吃？吃吃，我吃我吃。吃完去那坐着。啊，行。咱就是说家里很热，下回别穿皮靴，这捂脚。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。好。今天到底是去跟哪个？爱过。你问我什么问题，我都说爱过。什么爱过？就诚实嘛，就诚实，爱过。我是问你，你们今天的秘密。我选你，你让我选多少次，我都是选你。行不行？你不要答非所问，行吗？啊，好，好的。你们的接头暗号是什么？结婚之后房车都写你名下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老公你真好。来抱抱。来抱抱。你还演吗？不演了。你真的是有病啊你。我都要唱棒了。